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沈，今天我们要来玩深夜回，今天是深夜回的最后一集，我们要把这款游戏终于给通关了。那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是什么地方？观景台后山那个地道里面，这是下山的小路吗？红线、姻缘线吗？大到毛骨悚然的红色蜘蛛网，要用财布剪刀剪断吗？嗯，花姻缘 Donkey， 我是分手达人，什么花姻缘都交给我吧，看一个斩一个。哎呦，人家月老是绑线，我是斩线。原来袁天尊是月老的相反哦。这附近有东西，打空。所以你们是月老吧？这附近好多彼岸花哦，这是坏月老吧？就是专门绑不好姻缘的月老，你们坏，不行这样。哎呦，啥？又发生什么事情？小薇，小薇，小薇还在，看不到我。这是通往冥界的路吗？小薇，附近都是彼岸花。捡到了碎纸片二，我无法向小瑶道别，明天一定要说出口，我要对她说拜拜，我们改天再见吧。上面是这么写，她一点都没有想要自杀的意思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找不到，找不到什么？有什么东西一直跟在我身后？这个是袁天尊吧？或者是就是这个奇怪的地藏菩萨？自从那晚之后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，就是山上的这个东西。这个是好地藏菩萨吧？给你掌控，小薇。小薇，他是被害的哎、欸，斩断，他一点都没有想要自杀的意思哎、欸，又来了，看到之前发生的事情吗？被什么东西追哎、欸？有东西，找到了，打 call， 多眼蜘蛛，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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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剪断，消失了，小薇，你还在吧？还有东西，捡不起来，都是这个看起来不行。喜欢的地藏菩萨，哎呦，这是蜘蛛巢穴啊！我突然有点怀念袁天尊了。这个，我需要他大大的手，把这里可以看得到的姻缘通通斩断，可以吗？好了，要跑了。哎呦，我有一个左右摇摆哎，搔首弄姿。想诱惑我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OK， 好，又是打 call。小薇，他在看什么？他会不会是在跑的路上东西掉了、啊？可是为什么他要来这里啊？这个是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还是以前发生的事？上吧，纸飞机，他们消失嘞。其实只要稍微回避一下就没事了吧？吓死我也！继续往前走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刚看到什么东西？不管了，10块钱先给你。
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哦。我不是很 care 啦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继续往前走。又是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在那边嘟嘟嘟的？往前走。我刚刚没有看得很清楚，那刚刚那个不像蜘蛛哦，刚刚那个比较像是，比较像是人吗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小薇，你为什么到底要？他在踢什么？踢石头吗？干嘛啊？在丢石头？好，我是不是不要那个往前走？九桃握在手上，嘿，哎呦，没事啊，小薇棒棒，走。所以这边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咯，我敢说这一定是什么鬼屋，就是预设好的陷阱，大家玩到的剧情都会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乱讲的，不要咬我，走开走开，超度超度，不会再掉下来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都是彼岸花、欸，越来越多了啦！我操、啊！我有剪刀神器耶、欸，要是没剪刀的话，这怎么玩啊？下下下！一小，散财散财啊！我真的是一个花钱消灾、欸。解除完毕。什么蜘蛛豆吗？我为什么要走来这个地方？这个转场好酷！我刚以为是进去之后，进去之后要过动画，结果不是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这是啥？哎、欸，我冲！哦呦，差点压到我哎！这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啊、在这里，这是什么？眼球咕溜咕溜哎！接过一下，老娘要过去，我手上有剪刀哦，拿刀！哎呦，咔嚓！吓掉了，吓掉了！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深，是蜘蛛巢。有Bob很怕蜘蛛的吗？我是属于那个，还可以，就是蜘蛛看到觉得还哦，什么？是我吗？什么？为什么会在那里？点点点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之前有来过这里，然后小薇他把我点点点，小薇。什么东西？前进吗？现在一个不知道到底。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又来了，跟一代很像。哎，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事实啊。哦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就好了。好可怜，好可怜。
救他吧，救他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过来陪他吧。好可怜，好可怜。小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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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发小，好可怜，好可怜，来陪他吧，陪他一起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这里，过来吧。画风不对，小薇，好可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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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，擦反掉，被你救，一根。快的剪下一根线，绕过去，绕过，小心落石，小心尸体，线，线可以剪了，我剪，之后，猪，快逃吧，快逃吧，逃着离开吧，我不要，好恶心啊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再等一下下，他的尸体越来越多了，番茄酱不用钱。Oh my god， 没有办法前进。还有一根线，不见。耶、yeah! ！剪掉了感情之神，坏感情之神。小薇不见了，小薇，嗯，被这个东西吓到啊！别吵，不是，我不是说小薇很丑，我是说变成这样子的小薇很丑，可怜怜，可怜，点什么字？陪他一起来吧。不要，我要走了。我要走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可怜哦，得丢下他嘛。有人在一起啊，有人在一起吧？不是被红尘缠上的左手，剪不断，多一条了。无数的红尘缠上的左手，哎，我选不要剪断嘞。绳子不断的缠上左手，不要，好，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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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怎么了？小薇，小薇，拜托，住手吧。不能够跟你一直在一起，对不起，明明是小薇救了我的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拯救小薇，对不起，没有好好的说再见，对不起，小薇，拜托，住手吧，想要这样子，我受够了。
所以那是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对不起。其实我很想跟你一直在一起。对不起。再见。再见了，小薇。我们要说拜拜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说拜拜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说拜拜的话，我就一辈子没有办法投胎了，对不对？拜拜，小瑶，我们下辈子再见。每次都这样子，哎呀！好棒哦，这游戏。这一回好可爱，左下角。那个死掉的那个鱼啊，送给大家一颗糖果，玻璃渣口味的。游戏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讲清楚哎，小薇是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她是某种东西不见之后，她才开始不停的找。可是是什么啊？我知道她是被三的声音诱拐，然后被抓交替了吧？可是。什么东西不见了？这个系列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如果你要见到死者一面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献上等价的东西，有点像是《钢之炼金术师》。上一个作品，主角是献上了一颗眼睛，女主角的左眼。深夜回是献上了左手，好可爱哦！那是茶子吗？这应该是小薇哦。干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
你这太恶意了吧！我最后就想放松了，你就直接在我脸上再撒一堆玻璃，是什么意思？深夜回伊娃娃里。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这是后山。之后的事情了。所以现在是小薇在养，小瑶在养茶籽吗？手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右手了。东西都消失了，身上一朵花。没有要帮他立木的意思吗？怎么谁跟我一样在等，再等小薇出来？这游戏真的是很过分哎、欸！这游戏真的是很过分哎、欸！至少派个小薇的灵魂走出来，把那朵花捡起来吧！这游戏真的很过分哎、欸！可以不要这样子玩弄我的心吗？夏天结束了，等我搬家，交到新的朋友，过了几年之后，还是会回想起这个夏天发生的事吧。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或者这件事让我感到很害怕。